度为对，三斤，刚才腰是痛第二度次吧，是吧？重五对，分，还有两腰次五秒，呢，还是一侧次两是腿在部出黑杖以后，腿尾大概四四十腰公里度出了黑杖以三后，八还会分，有第四三两次的秒。荣誉吧。三个四号注意，主伞一打开。对，好。各号注意，因为落地以后，无水井本身是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，这个飞的过程中把它排放掉，东京，这样确保返回舱落地以后航天员出舱相关的安全。东京，腰动动度，动五分，幺三秒，落点纬度，北纬四幺度，三九分。动拐秒，这是第三次的落点预报。三九分，这次相对标准了。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。回收两号跟踪结束。返回舱着陆。对对。左翼报告，直升机吊舱北卫它是有个伽马高度地在。左翼目前看返回舱的东京幺洞姿态应该是两两秒。末点纬度为看不太清楚。北纬四幺度，三九分，幺四秒。北京，东风报告，雄鹰已到达着陆现场，返回舱呈水平状态，外观检查正常，下一步进行环境检测及落点测量，报告完毕。三分，雄鹰报告，舱外无水井浓度检测为零，舱体外观检查正常，准备舱门，报告完毕。无水井检查。祝贺神舟十四号，你们辛苦了，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。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，北京见。北京，东风报告，神舟十四号返回舱正常返回着陆场。三名航天员身体状况良好，后续将转入航天员一线医保和返舱现场组织工作。一个是报告完毕。东风，雄鹰报告，这个使得航天员的利润率已经有一个报告完毕。六个月忙碌而又充实的太空之旅，很有幸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基本构型建成。我们向流星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，我为伟大祖国感到骄傲。谢谢，谢谢。